原来你们左家早就串通好了。十万大军压境，沿途的烽火台居然没有一个点燃烽火，为何？左相，你说。陛下，相国他没来。 停！快停！相国大人说了，不到大夜寺，公子的马车不能停。为什么？今日有变。什么？相国大人说了，到了大夜寺，自有人会护着公子周全。你为什么带着黑色宝剑？公子，若是不调转回去，我便四万余今日掉头。 公主，阿玛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
小心！阿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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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！ 公子，此女不能救。闭嘴！离地离后已死，相国有令，离城上下不能留活口。我让你闭嘴！走吧，燕燕，我带你离开这儿。公子，闭嘴！ 跟我走吧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快跟我走，快走吧！我会保护你，我会用我的生命去保护你。天元，原来你们左家早就串通好了。燕燕，站住！谁敢上前一步，我就把你们都杀了！ 公主，我们的家门。